我们年代的豪迈不是这样啊！超帅的啦！三二一，3，2，1。所以，请问你们这边在卖什么？卖五分的。价格请写给我。好，今天到了人山人海的五股的重型机车展，里面都是人，外面都是车。那今天呢，就来看一下这一年的五股车展有什么新鲜事。一个人来看车展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就找了自己报名。来来，再来一个，你们听着不要动哦，不要走过去。然后下一个，听着不要动，听着挺好的，不要动。好，再下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再一起来，1、2、3，开展。我们年代的豪迈不是这样啊！他怎么？我们那个年代的豪迈哦，是第一台四冲程的车，那到现在它已经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是继名流之后又一个豪迈，变成这样子。CF Moto 800，引擎看起来小小颗，引擎看对啊，它是双缸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并列双缸，春风的800MT，然后才40几万，其实我们一直很好奇这台车子，对，它的外形我真的觉得做得蛮不错，只是不知道骑起来怎么样。大鸟的三分之一下，对，酷帅是袂歹啦，嘛加加安娜，不过塑胶感还是像是有一点重的。可是它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大片呢？它应该40几万是连这些都来的，嗯。大鸟光是这些都已经看到半台车价了，对啊，怎样？全大鸟车主，对，他这仪表看起来很爽。然后他原本也是设想蛮周到的，那个架手机的地方都给你。对啊，那个按钮有点蛮特别的，手感还可以。他的椅子怎么那么……哎，我前轮用的好细哦，其他的我就比较没兴趣了。这台是纯电吗？这我还蛮喜欢的啦。我们目前是跟他们拿了代理权之后，嗯，我们要等明年看是怎么样在台湾做制造或生产，类似这样子。所以它现在只是一个展示一个概念而已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知道说这台车是进来，评估一下，对，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整个的东西，因为包括这些电系什么的，因为毕竟台湾电动车还是比较走在比较前面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一般的油车的一些法规那些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先进来做研究。OK， 好，就不会有它的什么售价啦，什么就是还在研究中。对，这只是对品牌的，他们有车辆可以来展示。好，这是你们拿到代理权了，然后把样车弄进来再评估一下。对，前两个礼拜才做媒体发表会。对，蛮漂亮的，蛮漂亮的。谢谢。哦，一号这个才漂亮。哎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那种消光的呢，消光是尾拍狗啦，但是就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新车的感觉。我在跟 Sam 商量说，我们要不要来一台这个？车厢好像比较大啊，对啊，大很多啊，我的才这样吧。对，也是这样子而已。对，所以它多了后半部，所以现在已经可以，我觉得两顶还是有点勉强，不过一个安全帽，一个雨衣应该是没问题，是 OK 的。它好像会一直变色哎。对啊，我本来想说银色会不会比较好看，但看起来好像是。对，它这一代把方向灯改下来了。你要摆在上面吗？本来在这。
它跟板田一样。这个是四座板也是这样子吗？里面内饰也都是亮面的哦，钢琴镜面的。这一台就是解决了这个 DRG 的痛点。对，不好做，放不了东西。对，这两个痛点。然后还有它有前脚踏。对。定速吗？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现在看到刚接起来的覆盖的这一顶，就是最新的 X14 的下一代的帽子。它写 15 十五哦。看海报好像不怎么样，实际看好像还蛮帅的嘛。所以这次要卖多少钱？啊？啊？价格还没给我，但是我订单先。其实你们秀仪的问题不是价格，是没有东西。在国外还没上市吧？都还没。所以他现在没有公布什么时候要那个。对。但我有，也许是 ECMA 过后，就是你来中国，欧洲就会先发了。对，我在想，我好想要带你这种大家都急着掏钱的东西哦。价格都还不高，确实蛮漂亮的。不过这对于汽车 YouTuber 来讲有点困扰。在中间呢，然后你前面要挂GoPro，这里可能就滑对，你要开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啊、下赛道就是要帅，不要再挂GoPro了啦。我说我就是要这一顶没有货，XL 哦。还有那边零93的那个力发啦，我现在就喜欢这两顶。その姿をご覧いただく前にショートムービーをご覧ください。旁边这一台就是那个 ADV 350，也是 Forza 的多功能版本哦。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实车，最近都在骑 Forza 嘛，所以这种感觉比较多。这一台车看起来真的比 Forza 大了一号，前叉改成是倒叉，后面呢也挂了气瓶，并且它本身就附后箱给你。Forza 的车主都应该有这个情况，就是它的避震器是比较不够用的哦。那它这次直接就给你挂气瓶的后避震。而且啊，现在我知道现在订车的话是有后箱的哦，它是有后箱的，所以这样的价格到30万，我觉得其实如果行李喜欢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选择啦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Forza 350原来的样子，超帅的啦，对，黑的超帅的啦。我没有看过黑色实车哎，看到黑色只有在国外的影片上面有看到。这一次 M 版的我蛮喜欢，没想到黑色的也蛮正的。展出的车都挑黑色的，蛮聪明的。流口水。黑的看这个穿猎甲的感觉更明显。有没有很搭？可以吗？有搭吗？有搭吼。这台不是 M 版的，应该便宜一点啊。是吧？对啊。断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碳框。他们没有碳框了，有断框而已。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它都是黄金链条。对啊，它是一般版。要不要买一台？觉得我适合买这一台，帮我加个一，好不好？抖内抖到车子三分之一价的时候，我就来买一台。刚刚是拍那个我跟车子有没有很搭啦，那现在就拍我跟妹子有没有很搭，这样，就是搭的加一。这个啦，讲一下这个好了。科技车悬浮版。悬浮版，哎，你的悬浮版的来了，悬浮版要来了，坐起来不知道怎么样，不过这个气势是吊打现在目前的黄牌速克达，嗯，而且它的车头居然有点 T-Max 的感觉，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日本的动漫里面才会出现的车子，它就直接这样给你做出来了，然后好粗的皮带传动，不错，然后好像前面还有几个置物盒，然后有够大的萤幕了，萤幕超大的，然后那个
这蚊子应该是选配哦。它不能放东西，收东西的。终于从那边回来了。对啊，那一切都顺吗？还可以啦。哦，关了四个月，体验一下。哎、欸，但是你本来就这样子，还是本来比较瘦。我看你以前感觉更瘦哎、欸，认真考虑一下健康一点。我觉得应该是年纪大开始要胖、有可能。他都这样讲，突然到了胖，我也想问什么时候会胖。啊，高兴见到你。好，过来我那边坐坐啊。好啊好啊。我们在回龙那边。哦好。对啊，跟我来坐坐。我小时候就是骑白牌车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买不起哦。我唯一对车子可以满足的地方就是存一点钱，然后去黄兴买几张贴纸。那这张贴纸300-500，对我来讲是天价。我们去找那个修哥拿一下。哦，又两张，抱歉。这是哪一间？太顺了、欸。我想看他们那个集合馆，什么色那个？什么叫集合馆？好，那一只哦，那一只为什么让你这么兴奋？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些馆让你这么兴奋？这样，要先帮你买起来吗？谢老板，谢老板。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是不是有需要来了解一下手套？是。你好像也有开 YouTube 频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红。很红了，我都知道你了。刚来看手套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你们好像是自己创的牌子，对不对？是。帮我们妹子介绍手套，妹子介绍妹子手套，这样才好。哦，你好。对不对？专业，专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隐身手套的小友，这是一个新来的漂亮的妹妹。没有啦，我是琪琪。琪琪，你是特地来逛这个展？算是刚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手套。隐身手套就是顾名思义嘛，就做手套，当然也是有一些小周边啊。我觉得我们手套分得还蛮细的，长版、中版、短版，那这些都是有carbon带护具的。可是如果你觉得carbon护具太刚硬的话，我建议可以选这种软护壳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蛮软的。那有些女生可能就会觉得，这个不要那么刚硬会比较适合。还有像这种复古系列的皮手套，我们都是用小羊皮，因为小羊皮的话它没有牛皮那么硬，你在抓握上，就是吹油门啊或者是拉离合器，你会觉得说比较灵活一点。而且我们的手套啊都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哦，它可以触控。对，而且是可以打字的哦，就是灵敏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如果漏气的话你就剪掉。那它触控的话，它是两只手都可以还是只有右手可以？两只手都可以，而且是食指跟大拇指都可以。它是可以的，它是可以的，因为我知道很多手套都有触控不灵敏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就是一再测试，就是要求这个功能要做到位。手感蛮好的，谢谢。謝謝你。不会不会。拜拜。帅呢，这一顶是试售哦。据我所知道，如果有的话吐槽我一下。这是我知道试售唯一一顶出厂就印红牛的，就是它，就是它。而且它的样子看起来很就 so good 哎。其实我看韩国、日本蛮多人戴这个帽子，但台湾比较少。我们来问一下他们工作人员，你好，可以有人帮我们介绍吗？嗨，你好。介绍镜头前辈，我们没有这么的厉害。看他现在的镜片。有多少选择可以选？说真的，就只有透明的，就比较有点轻，要不然台湾的法规其实不会过。哦。就是如果说其他都是一些人身部品，都用安全帽垫他们自己加配的一些东西。其实台湾的话，我们都要符合法规才可以进口。懂。哦，因为有些很漂亮，所以在问，就是它这个会不会？我感觉上它好像是比较窄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。我自己是觉得是还好。还好。对对对，但是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不一样。啊，这一顶所以现在是这样是买得到的吗？没有，目前应该说 RPHA1 他们的产地是在韩国。
对，因为他们就韩国的品牌。对，那比较低阶是在东南亚。难怪我看韩国那么多人戴这一顶。目前韩国的交期其实很长的，很长，是预计大概两个月后才会全部才有。对，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一顶，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有这一顶。现在是一个这个看喜欢的东西，就是要买都买不到的境界。对，这个算是顶尖的，因为你查国外它的官网价可能就$950，可能两九百五美金，两三万左右了。好，我们再持续关注一下。OK OK， 谢谢。是，来来来，第一个名片给你，我还欠你一个影片。没有，有机会再上，没关系。我们有找到那个我觉得适合的人。现在这个是我们两轮专用的，你们等一下。之前这个是两轮、三轮、四轮，我的四轮也是用这个。对，所以它的一样是之前那两个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它蛮厉害的，就是你换手机之后，你登录账号之后不用再配对第二次了。有讲到这个，我欠老板影片欠两年。没关系。你好好帮你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OK。这么新的度嘛，送你一罐。你越卖越多了哦，你到底还要什么？便当有没有在卖？没有。我们来到这个 Motor Race 的摊位了。今天真的是，如果你对这个牌子也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来看。今天展出的款式应该是我有看到没看到的都有了，所以说它的涂装也是蛮厉害的。你看这个帅不帅？这不是贴纸呢，正面侧面看起来是全黑的，结果这边很烧包，然后也有四分之三的。那如果你喜欢比较素一点的配色的，像这个，我觉得你好看，特别好看，有点意大利的感觉。所以我上次拿那一顶我就说这个设计有点欧洲风味，可能大家可能觉得我在硬加持，但是你自己看它的设计是蛮不错的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来拿着比一下，它比秀仪再紧一点点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比秀仪松，我戴是觉得比秀仪松。它这里是的确蛮舒服的。它比较硬啦，这里是不是？我是觉得这里，是哦，我是两颊觉得比较，是不是因为这里比较胖？我100公斤的时候是买 XL， 我现在85，应该是头没有揪那么快了。不过很轻耶，很轻，真的很轻，戴起来蛮舒服。我们刚刚应该没有看到这么空的，我们有看到有人。就是奇怪，我就走到这边，然后这个飞 Panda 我也不知道卖什么，但是我就很想要了解一下，所以请问你们这边在卖什么？卖我本人哦，价格请写给我。这个主要是卖改装品吗？还是卖什么？哦，完蛋了，你也不知道。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哦，他这是卖本人嘞。就我是卖本人。卖相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们不要专业，我们就不要专业，我们不要专业。最专业来接受。嗨，你好。我们想说，我们不太知道贵公司什么产品比较主要的。主要吗？我们最主要还是拉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是台湾自己做的吗？拉杆就比较好，通常在台湾。OK。小套件就是 CNC 件。金属的啦，或者是钢的都有。OK OK， 所以你们工厂是不是也在中部台中？对，我们工厂在台中彰化。OK。两位大鸟车主来，感觉怎么样？看便宜好多哦，我操！你看他这个，摸这个就知道了。我们不是大鸟车主，摸不出来啦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呢。扣子就不行啊。真的哦。这个好一点。他连那个都给他上行李箱哎，这不是这样1000亿的那一台是吗？防晒这样能骑吗？这个，他不是新出了第900 RS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两个摆在一起哎，油箱大小，哇，他这个凹下去这个地方就有那种复古有年纪的感觉，绿色真的很漂亮，所以买 Kawasaki 就是一定要绿色，没有绿色就不对，不比就没感觉，放在一起就觉得这个真的太小了。那边还有蓝色那个蓝也蛮好看的，那个蓝色还经典的，是吗？是哦。如果是我就不用选，直接是蓝色的。这蓝色漂亮。可以呢，这个颜色漂亮他们说火之玉就是它吗？还是它？火之玉是右边的。它叫火之玉哦。对。650也有出火之玉配色版，可是贵10000块。我们走到这里就忽然觉得哈特佛的车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来看车，然后你们看妹子。于是我们就逛完了我们的展了。我先讲，我这里面让我觉得最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？就那台黑色的叉。然后盛，你看最喜欢什么？春风八百。春风八百啊？阿里嘞，来，男生见嘛。其实我是在外面，
有那一台哈雷那一台，对，那一台也是我的喜欢。到底有没有穿裤子？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看到最想看的是后场的妹子。我觉得是 Kingo 的妹子。然后你们两个妹子觉得什么好看的？有看到帅哥吗？美丽本人。我们刚刚看到，我就看着，其实说，我后面那个是美丽本人吗？你说这个就不见了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对，那今天来什么好看的？好吧，帅哥的，结果没有帅哥。我觉得今年不错啦，今年大的车厂都有来。对，今年比较大的大品牌的车展都有。因为去年我也有来看，但是今年好像没看到凯旋，对不对？安东没有看到。没有。OK 啦，反正今天一样要看布品有布品啦，然后要看帅哥有帅，帅哥没有。然后看美女有美女啦，看新车有新车啦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展看完了，一二三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